话聊这样子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我们现在出发前往日本。最近因为一些事情变成矮子，我就一直很高了。那是放火了。我最近因为一些事情，所以迷上玩飞镖。其实玩飞镖大概现在两个多月了，很痛啊。所以我自己在家里买了一台飞镖机。那你懂吗？我打、欸，就是这一个。其实我本来就已经有买一个了。就是它这个连电线都已经拉下来了。我知道这个功用啊，这个功用是这样嘛，放着嘛，然后就拿来当椅子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实用的。这个功用就是给小朋友玩 A B C D 的字母条形啊。自己。那这种、欸，我觉得你这个要读起来，甩棍。掰，或许这是度量衡。要打我、啊，束缚了中指小指链。我这越看越像曲棍球小指。什么好没架子啊？大家群体有拍那个吗？然后就拿着那个吊着自己的吊。我知道，我看过啊。然后他还会这样很屌这样子在公园中甩，这很像老鼠的尴尬。老鼠那个长那么大、欸。我讲我那时候我养了一只老鼠，然后他那时候想要去奥运，结果到时候他就吃牛肉面。啊！要打我了！哇！要啊！该不会等下会有一个刀吧？然后这边可以接头的。哎，我没讲遗言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有个科学实验室，那个什么头砍下去三秒钟你都有感觉。应该是这样吧？对，应该没错吧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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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这样射你脸，我真的射了，我真的要射了。他有充电吗？哎呦，哇！呜呜呜呜呜 ！Fire fire fire fire！ 这是干嘛？呜呜呜呜呜！不要打我，你们不要！哎，这是霸凌，不要打！一千五百零一分，那就我先了。然后就很想要积极的露脸，就这样。那不是我的标吗？怕。你知道吗？你射标说好安静哦、喔，安静哦、喔，蛋蛋蛋，哈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打你射三分也弱哎、欸，换我、啊，别听他弄啊，哈哈哈，接受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哦，走开啊！如果你喜欢的朋友，可以按右下角喜欢，想要追到我们的动态，可以点左下角订阅。加加地头加小啊！不要打开那铃铛通知哦。我要摸你内裤。我的 IGFB 专业的电王者频道都放在下方说明栏中，你们可以追踪订阅或是点个赞之类的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尊，我是小玉，放火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要怎么拍封面呢、啊？你就两个人嘛，这样。对，我们两个人。太快了，就这样，就没有你。